呦，我浩哥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扶，不用扶，小声。不是我说，今天你那一身腿，哎，你慢点，老帅了。然后咱那篮球队的事儿再考虑考虑呗。你别闹了啊，等你长点个再来找我啊。走吧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别逞强了，走吧。怎么样，温度合适吗？合适。这样可以吧？嗯。有需要告诉我。昨天，你伸那一腿是为了保护我，谢谢你啊。别别别，不管是谁，我一样会保护他。你没上的课，我给你写笔记了。有时间我给你。